太平洋，倾听世界，欢迎来到跨太平洋对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直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县长方俊新先生和墨西哥汉学家阿索夫斯卡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方县长，我们知道最近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呢正在美国、墨西哥和荷兰之间进行，咱们德化拿出了105件国宝级的陶瓷来进行展出，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白德化瓷的国际巡展吗？为更好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美的瓷器做出来摆出来还要传出去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去年1月开始，我们借助新华社的平台共同策划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利用5年的时间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以德化白瓷为代表的展览展示、文化的交流、商务合作、高端外事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来扩大世界瓷都国际影响力，助力打造德化千亿产业集群。目前已经在马来西亚、德国、泰国、阿联酋等6个国家成功举办，受到各方的好评，取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这几天在美洲的系列活动，可以说亮点纷呈，成效显著，引起了各界知名媒体的高度关注。此次美国、墨西哥、荷兰之行，作为我县今年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活动的站点之一，展品都是层层把关、精挑细选、优中选优的，是我县陶瓷产业发展的集中代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国际巡展，充分展示中国白德化瓷的浓厚文化底蕴和精湛陶瓷技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世界瓷都德化传承千年的陶瓷文化魅力。那阿索夫斯卡女士，您作为一个汉学家，一直都对中国文化特别的关注，看完咱们中国白德化瓷的国际巡展之后，您对德化白瓷等中国瓷器有了哪些更深的了解吗？首先请允许我向诸位表示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么主要的活动，今天我能认识在这里德化的县长，我感到非常非常荣幸。其实中国的陶瓷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而德化的白瓷很早很早以前就加入了欧洲，而且13、14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就非常有名，甚至专门给它起了个名儿，Blanc du Chine。所以这说明呢，德华的传统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甚至可能1000以上的年的历史。德华在福建呢，本身这个福建这个省，我认为可以向世界所现实的东西特别的多，当然是白瓷在内呀。我呢知道您来，知道要参加这次节目，我专门在网上就查了很多的信息。宋朝的时候，德华本身德华的白瓷就已经很有名的。宋朝到后来到元朝的时候呢，元朝的时候就中国跟很多周围的国家以及更遥远的国家已经有交流，而在这些交流过程当中，白瓷占的位置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因为我本来不是艺术家呀，我对这个艺术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知识。实话实说，当我看了白瓷在网上以及在你们所带来的专门在墨西哥的这些展示品，我刚看他们的时候，我以为是白玉。我可真的以为是白玉，不但是这个看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美丽，它还好像有它好像活在里边，您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白，从那个角度看又是另一个官司的一个白。我希望有更多的墨西哥以及拉美的国家能够对中国的陶瓷，专门对德华的白瓷有进一步的了解。谢谢您。谢谢方县长。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其实墨西哥和中国之间跨越了一整个太平洋的距离，那么咱们德化白瓷这一次为什么会将墨西哥作为站点之一？德化白瓷与墨西哥之间又有哪些渊源呢？您对德化白瓷在墨西哥的这一次巡展有哪些期待吗？墨西哥是拉美经济大国，是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同时墨西哥位于北美洲的南部，是南美和北美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俗称陆上桥梁。同时中国和墨西哥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对陶瓷产品的市场需求较大，陶瓷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在过去十年，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陶瓷贸易增长了133%。2013年贸易额为4.92亿美元，而2023年已增至11.46亿美元。可以说，墨西哥是德化白瓷开拓拉美地区市场的重要门户，这也是我们选择墨西哥作为此次巡展的之一的这个原因。德化拥有3700多年的制瓷史，是最早大量外销的中国陶瓷产区。通过对外贸易和文化技艺的传播，德化陶瓷在中国制瓷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16个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就开始大量销往墨西哥市场，深刻影响了我们当地的瓷器的发展。当前，墨西哥仍然是德化陶瓷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期待通过这一次国际巡展的墨西哥站，以中国白德化瓷为媒，开启文化之旅、交流之旅、推介之旅，进一步增进墨西哥民众对中国陶瓷、德化白瓷的认识理解，为密切双方交流合作创造更多机会和提供更大的便利。阿瑟夫斯卡女士，您作为墨西哥的汉学家，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中墨之间交流的重要使者。那么您觉得德化白瓷到墨西哥进行国际巡展，对中墨乃至中拉文化交流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吗？首先，咱们说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在中墨关系当中占着非常主要的位置。说起中墨的这个文化交流，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其实，县长先生，您提到的德华的白瓷，很早以前就加入欧洲以及全世界。中墨之船大概是虽然出发从马尼拉出发到墨西哥的阿卡布里戈，不过里边的90%以上的东西都是中国的，而且陶瓷、白瓷站的位置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文化交流。那个时候可能拉美、墨西哥没有人来过中国，可是他们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龙就是文化交流，龙本身就属于中国，不过现在已经属于全世界了。商业这个方面的交流、贸易方面的交流，我觉得都很重要，不过还是文化交流我把它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因为这是人与人的交流，人包括什么都包括，人包括文化，而这就是德化人好几百年都传造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今天来就展现给墨西哥，展现给美国以及其他您所提到的20多个国家与地区。文化交流除此之外呢，还包括很多很多其他项目，美术、艺术、文学、吃饭都是文化交流。墨西哥人呢，可能我觉得95%以上的人没去过中国，可是可能所有的人都尝过中国的饭的、中国的菜。说起到这个文化交流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它没有限制。今天我们在座的其实讲德化的白瓷，这就是文化交流，希望能够穿入到更多的阶层、更多的人来了解。首先大家都知道中国，说不准更少的人就知道这个福建，而又更那么一点点的人呢才知道这个德华，对吧？通过您这次访问墨西哥，我们能够看到的外边的这些展示品，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中国，更多的了解福建以及这个德华。方院长啊，其实咱们一直都知道陶瓷是中国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那么这一次德化白瓷来到墨西哥，其实对于促进中墨乃至中拉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您对未来加强德化白瓷在墨西哥市场甚至是拉美市场的知名度有哪些设想和计划？或者您对加强中墨中拉之间在白瓷方面的贸易往来有什么设想吗？面向未来，在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与墨西哥、拉美等新兴市场的产业互补性优势更加凸显，外贸市场也定会呈现更多元化。为进一步提升德化白瓷在墨西哥、拉美地区市场的知名度，加深贸易合作，我县将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积极搭建德化白瓷在墨西哥、拉美地区的展示平台、品牌推介平台、文化交流平台和商贸对接平台，进一步开拓拉美地区市场，扩大世界瓷都国际影响力，助力打造陶瓷千亿产业集群。一是鼓励走出去，德化将积极对接拉美地区的知名展会，组织企业赴拉美地区参展，主动出击抢抓订单，同时将加强与拉美地区相贤商会沟通与联络，
借助他们人脉广、信息灵、资源多的优势，争取在拉美地区建设中国白德化瓷推广中心。二是主动请进来，德化将持续举办和提及德化中国白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双年展、中国白国际陶瓷艺术大奖赛、何朝中中国陶瓷工艺工业设计大赛、德化国际陶瓷文化周等活动，邀请拉美地区经贸代表团到我县参观考察，切实感受德化白瓷的文化脉搏和独特魅力，领略德化在陶瓷领域的阶段性成果与未来发展的前景。非常感谢方县长细致又全面的介绍，也非常感谢阿索夫斯卡女士的分享。相信节目前的观众呢，通过这期节目一定能对德化白瓷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会对未来中墨中拉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更多的期待。我们下期再见。